雷老师上臂后怎么转音对 DI 啊、oh, That's a good one, OK 嘛，雷老师一般很喜欢这个完了之后第一百声对吧，所以应该 DI 是首先刚才我用的是 No DI、嗯、然后 DI 接下来是 Jonathan 用右面对啊，再次啊，这个是右边低、啊嗯，对，因为它是会反过来，对吧？嗯、那再次，嘿嘿，啊，好，这次是左边低、啊，这个，对，小维，那个明白了，所以现在是里面 DI 的话，低百分比，拜拜，就是一个 two combo， 没办法。但是差不多这个百分比的话，就是一滴还是两这样吧？对，所以这个是马贝老师的马低百分比的时候，对，啊对，因为他已经五十六十的时候就会往下，但是往下的时候也有低啊。Really? Yeah, I think you can try. So that's why it's.DI name and DI out in, right? In, yeah. You can DI out. Okay. 好 yeah. So this is out, right? Yeah. The in, this side. Yeah. 所以就是稍微不一样的。所以如果 in 的话，现在 in DI 就是那个往内。往内的话，现在是它的方向是这个。然后 out 的话，这样，对，右边了。对，所以这个你可以输入考虑一下，如果这个 out 那你就有点 完蛋了，这个是好有 out in 啊，对 out 的话就这样吧，但一般大家都 不想做对吧，嗯，所以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低百分比是我建议是 in in 的话嘛，这个低百分比是稍微难，但是现在中百分比的话 in 的话有点难，嗯，所以这个是贝老师的上臂的一个规则，但是贝老师也有一些，如果你刚才是 in 来，关键是这个百分比的时候，你比如像现在DI in， 这个时候可能是贝老师是这种感觉，对，就是印度的这样，然后印度的空上也有，所以这个是心理战，对，这时候先等，然后这个也有，对，所以看吧。比如说这百分比的话，这个时候好像这个百分比的时候 straight down but 60，so I think you can DI in DI out DI out and then come back I think you can't stay we'll see 我觉得看看 yeah so 所以看你的百分比和你的回场。对，因为如果我 DI 在内面，有可能你还会追我。对，如果用这样的，也比如说你可以 DI 内，DI 内的话，这样或者这样也有了。对，但是那如果你有自信，你可以能回来，这个百分比可以。不是。But we still don't know. That was good. 所以就是这个是 DI。航地空上鸣啾铃有点啊，就是那个也会航地空上鸣啾铃有点啊，对，这个是没办法，上臂的上臂后接航地空上，这个是一些马飞老师的一些动作了，对，只能是你 DI 内和 DI 外，刚才根据这个场合来，你可以改变一下，中百分比的时候，你可以非常非常考虑，DI， 对。一般你可以不会选择死的，对，那就 OK 了。对，所以刚才的索拉的那个时候，你如果不太喜欢上臂之后空上的话，你故意你是用去那边的那个 DI out， 对，也可以试试。对，不是每次 DI 内是正确的，但100分比 DI 内还可以，还可以。